惊喜的，是最后才会知道。对对对。很多粉丝都说你在里面就是扮什么？你觉得很帅啊，觉得很好看，大家可以往上看一下。可塞，你想到了吗？我想到就是，你自己 stand by 好，你到底有没有想到？来，就是吼，让你一扫今年的阴霾，让你扯笑开怀。大家好，我是邱一翔。是。来看鬼扯呢，你看完之后呢，你可能会在你的生活周遭上面，可能你会遇到一个很类似的一个状况，它就是真实的存在你的生活里面，所以你怎么能够不来看鬼扯呢？鬼扯这个作品呢，它是为了解放疫情时代后的台湾人而生的作品，就让大家就是一扫过去的阴霾那种感觉。没错没错，其实就跟可三刚讲的一样啊，但我只换句话说，因为他刚刚。我觉得有点太长辈。是。让你一扫今年的阴霾，让你扯笑开怀。看了100遍都在笑，可能超过了。这个电影的魅力在哪里？这个无法表达，你们要到戏院才能感受到这个威力，对，语言无法形容。很多粉丝都说你在里面就是有点扮丑啊。觉得很帅啊，觉得很好看。嘿 Siri， 台湾巨炮风格，发给小强。跟以往好像不太一样，就是更俏皮。非常不一样，可是我觉得这次的那个造型都弄得非常好，对，所以蛮开心。大家可以往上看一下，哎，不是，这里往后看一下，有脱掉藕包吗？这我觉得那样才是藕包，哎，真的，对，我觉得那样子很帅。有要下票房记录，破几亿就可以拍第二集啊？没有吧？我是觉得啦，这个没有破几个几亿是。是不会破。冠廷明天生日嘛？因为你生日嘛。对，明天，对，过生日，对，生日话，好，哎，不要爱了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变调。来 OK， 我生日愿望就是这个鬼扯可以破个10亿了。哦，可以。应该快重现片里面的桥段吗？我跟 Rock 打架。10亿的话，到时候来看，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。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。生日愿望也希望可以拿下。这个我不敢这样想，对啊，已经很开心了。真的跟大家在一起，真的是很开心，就是我们一起克服了那么多的笑场，共患难的感觉。对，所以梁朝伟送祝福的时候，各位怎么样？鬼扯的创作团队，你们好，我是梁朝伟，我在这里祝你们这一部电影。在票房口碑都有很好的成绩。你就开心，一开始以为是那个，他也是冠廷，软体，对对对，后来才知道这声音应该是真的吧？对啊。大家有准备生日礼物吗？哇，这个问了真的是，通常都是惊喜的，是最后才会知道。对对对，其实没，或者是根本没有，也是惊喜的。对，等下我接下来就。对，大家说今年是冠廷，到底是怎么样？这个名字很好想吧？就是。对啊，很开心。来龙井，不好意思。对的，开心的，就运气很好。太谦虚了啦。没有啦，真的，看他看得开心，我们就很开心。有上特别多的表演出来，想要增进自己，让自己觉得跟去年之类的不一样吗？没有，这去年拍的。不是，没有，只要是跟大家在一起就很欢乐。其实看这个访问的氛围就知道了，真的是太开心了，可以跟大家一起完成这个作品。所以秘诀就是享受片场。对，享受。哎，你很适合拍戏。对，你要怎么？遇到一群这么享受拍戏。